大家好，今天的豆腐不拿来煎，拿来蒸，来试一下今天。这个放点盐，加点水融化一下。这个豆腐切一下，先泡一下盐水。这个豆腐太嫩了，坏的都快了。然后先泡一下，我买了2块。把瘦肉切成末，加点，哎呦，盐太多了，加点盐，加个鸡蛋。倒点酱油，然后放进盐，豆腐稍微摆一下。妈妈，我觉得盆子变得很小了。变得很小了。把这个瘦肉倒下去，再放在电磁炉里面蒸。升温弄一点，等一下弄点那个锅芡呀。倒点酱油，蚝油也加一点点，盐再加一点点，水。给它端出来，倒点盐，葱头下去炒香，加点姜水，然后慢慢烧开一下，加点葱末，把这个汁淋上去。今天就一个蒸豆腐，还有一个萝卜丝，炒萝卜丝。一碗汤。我婆婆今天给别人帮忙干活，没回来吃饭。她吃饭了。干嘛？好，肉。